录了最近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点的一首歌啊，《默》。唉，我发现我平时唱的时候挺好的，但是一到录神曲就开始紧张了，就唱的没有平时好，不知道为啥。你们说为啥呢？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，逆着洋流独自流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没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。结局还是失去你。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，不还手，不放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满的缘。是你，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？挣不脱，逃不眉头解不开的结，命中解不开的劫，是你。转发评论一下啊，虽然没有平时唱的好，但是也要转发评论一下，谢谢，好吗？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，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没在深海里，周而复始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我被判处终身孤寂，不还手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满的缘，是你。为何爱判处终身？呼吸，挣不脱，逃不过，眉头解不开的结，命中解不开的结，是你。你啊。
谢谢。莫，谢谢大家转发、评论，还有弹幕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是个新主播，我叫图图啊，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，谢谢。这个好像还行吧，虽然比平时唱的差点，但是上传吧，嗯，谢谢大家。